敢听无？我听拢无啥无，我听无。有啦。啊？有啦。有。因为我们之前都有那个，都有基础的啊。之前我们在上那个胡志东，我在讲这啊。胡志哪有在讲这？有啦，有在说坛城的事情啊。坛城。他不是在讲坛城吗？但是。在坛城，然后呢？我觉得我们学的没有那么。我们有学的那么多，在楼上有，在楼上这访问有学那么多，不是学什么？是管论，是我们去那个去做义工的时候，在那个凤山寺不是都有摆坛城吗？啊，有了。师傅在摆那个法师在摆坛城，他们做义工，他都会说啊，都会教啊，都会说啊。啊，我们不是在坛城那边摆贡品吗？我这光是这个名相没有，那条，那条。冥想哦，啊，咱即摆是，咱来听吼是安尼啦。我是感觉吼，咱听无嘛正常啊。这是比较迄个部分吼，迄个比较较深的部分吼。啊，咱其实咱是种一下种子啦。对呀。所以啊，种子啦。啊。你要讲物啦吼，安尼你足厉害啊啦。对呀，你足列懂的。嘿。这听有顶吼，拢嘛对，有目角听较白。听我就解。啊，听。对啊，那袂使，袂，无迄个啦，无迄个一个。